冰墩墩，冰墩墩，冰墩墩墩墩。嗨。哎。我饿了。饿了是吧？那我弄点东西给你吃。那我们去吃螺蛳粉吧。我不想吃。我想吃火锅。下雨啊，天气冷，不想出去买菜。那石头剪刀布吧，你输了就要去买啊。啊，可以。石头剪刀。那我输了，你陪我去买吗？啊。可以。石头剪刀布。石头剪刀。你输了，我锤呀、我有录像的，你别这样。我不是锤吗？我有录像的，你这边出剪刀，我看到的。可是我有锤啊，我一把剪刀一把锤啊。哦，好吧。吃什么火锅？吃牛料吧。牛料啊？嗯。走，上车。买点鸡肝给虎仔吃，补锌补铁。哇，没有牛肉了。打过，去其他地方找。因为过年又冷，很多人打火锅，不知道有没有啊？我们再拿点肠啊，有没有？这个肠怎么黑黑的？对啊，就这一条。要一半吧。要一半。胡呆，回来了，买了你好吃的给你吃。先喂鸡，喂狗，再喂鸟吧。哦。虎仔回来，过来，你不能去。虎仔过来，过来，出来出来。来吃饭了。现在到我喂我的崽了。啊，这里，给你吃，这里。吃慢一点咯，你好像几辈子没吃过东西似的，上辈子是不是没吃饱？我的天哪，我真的见识到什么叫狼吞虎咽了。一分钟不到就吃完了。肠有点黑，把它洗一下。这个肠没有毒的吧？没有，如果它有毒的话呢，它怎么敢卖？它卖那么多是吧？切一段段。快下雨了，要不去田里面拿点香菜、葱啊、蒜啊回来吧。好。你看，这里我现在就是放姜跟清水而已的。这样好吃吗？等一下，我再做个味碟，然后呢烫一下就拿出来吃，很香很香的。现在我就是在做味碟了，放辣椒。哎，我们家没有蒜了是吧？没有了。这样子一个味碟就做出来了，准备开吃了吧？哇塞！可以开始放菜了。先放牛肉。牛肉吧。看看感觉怎么样？好吃。味碟不咸吧？刚刚合适，快点吃牛肉老了。你这味碟真的好香啊！对啊。我加点牛肠给你吃过。好。牛肠可以的，你尝一下，看看好吃吗？好大个啊！好大一口。怎么样？好吃，好吃，我就尝一下牛肠了吗？其实我想跟你说，啊，这个牛肠不香的。难道是黑的原因吗？以前吃那些都有一股香香的味道，我感冒都吃得出来。